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香港置业美孚新村三期分屋的天幕奇啊！今日会带大家参观一个位于美孚新村一期31号一个高层的单位。咁呢个单位咧602尺，两房一厕嘅。各位即刻望望单位面嘅装修情况啊！好啦，呢个就单位大门啦。咁我哋一入大门就有一个小型走廊仔啦。其实呢度都可以做个柜嘅。好，咁就行前几步，右手边咧就系个厨房。最后一步就是个客饭厅，我们不是去窗里面望望景观，景观就对翻楼景的，因为够高层，其实望落都挺开扬的。好，跟住下来我们进入睡房区域。洗手间先啦，咁呢个单位装修咧，其实就而家手装修啦，咁就有啲年份，咁大家买翻嚟咧预咗一笔装修费用去处理呢间屋，咁但系买楼，我觉得最紧要就系间隔同位置啦，咁间隔啱唔啱你咧，就要过嚟望一望啦。其实这些装修的单位更实际，那变成有没有一些漏水啊，或者一些问题都看得完就好了。 OK， 这个单位我们香港置业有所匙，如果各位有兴趣呢，不妨联络本人，随时可以安排预约参观这个单位。多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